见你纵然突然发现你的脸，我只能留恋习惯你的双眼，窥视自己的感觉，我的世界因你而转变，不会相信你会在身边。杨姨，啊，杨姨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你是不是又在找新的医生啊？哈，你误会了，这位是陈莎莎。徐总，你的艳福真不浅嘛。那我走了，你慢慢谈。啊，再见，莎莎啊。嗯，慢走。他谁啊？啊。她是我合伙人白天华的女朋友，最近他们感情上发生点问题，我是来开导她的。来，你骗谁呢？你不去开导你的合伙人，你开导合伙人的女朋友，你骗我！哎呀，我没骗你，我说的是真话呀。徐文阳，你还不告诉我是不是？你还不坦白？你让我坦白什么呀？我没做错什么呀？难道是我错了吗？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你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到底有多少个女人？你就是个骗子！你要以为我是个骗子，那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呀？真是的，这把这给你。杨姨，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。这是你啊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？没见过我穿成这样吗？不请我进去。请进。我知道了，
是杨姨让你来的。借酒消愁。酒是好东西，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喝啊。来，我陪你喝。好。你怎么跑一圈北京学会喝酒了？我记得你说过要陪我一起喝酒的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我记得很清楚，你说的每句话我都记得很清楚。别，咱们还是说正事吧。是杨姨让你捎话来的吧？别的喜欢的女孩吗？我知道还有更好的，只是我就是喜欢她。如果你要是先遇上我的话，你会不会喜欢我？我知道也是杨姨让你来试探我的。她是她，我是我，我凭什么受她的指示？如果哪天我和他同时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选择谁？回答我，你回答我。不是杨姨，我是方丽。是方丽啊。对，我要你永远都记住我今天晚上说的话。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，杨姨也相信我啊。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我这心里特别难受。我也是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不是我错了。方丽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亲爱的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在帮我考验他？亲爱的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。怎么样，他过关了吗？原来你们俩是商量好的，幸亏我没上当，否则的话可就惨了。方丽，你看我这么发脾气他都不跟我生气，我觉得他以后会对我很好的。方丽，我谢谢你。杨姨，我们的事儿我已经跟我妈说好了，她就等着我们的好日子呢。嫁给我吧，那样你也不用疑神疑鬼了，要不然的话老麻烦人家方丽多不好啊。啊，来。哎，再偏过来一点。哎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就这样啊，很好。
来，再来一张。哎，杨姨啊，人差不多了吧？那你怎么还没来啊？就是，怎么了？我们再等等他吧。好。哎，谢谢啊，天华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你们聊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，文扬，哎，今天晚上我可要好好的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天华，今晚上你就饶了我吧。看你呀，人家今天结婚，你把新郎官灌醉了，新娘不急死了。难得一回嘛，可别忘了。你差点搞得人家结不成婚哦。没事没事，哎，你今晚一定要收下良心了啊。哎，这该新娘子对我说才行啊。就是嘛，还没喝酒呢就乱说话。啊，行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啊，走走。文扬，哎，让客人等，这合不合适啊？哎，妈，我知道了，再等一会儿还有客人呢啊。新郎新娘等伴娘。妈，我知道了，妈，您放心吧。哎，哦哟，哎呀，来了来了，谢谢谢谢啊，请请请那边，请吧请吧。哎，我们走。是吗？是就是啊，很有意思啊。我在等伴娘，她还没来呢。哎，是不是让林珊在这儿等啊？再等一会儿吧，就来了。林珊在这就够了吗？再等一会儿嘛，她肯定会来的。好，那到底来？哎，你看，哦，杨姨，方丽，你，哎呦，我等你老半天了。杨姨，祝你白头偕老，谢谢。方丽，谢谢你啊。你今天真漂亮，谢谢。我把我最好的朋友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的爱护杨姨，照顾好她，不要以为她没有娘家就欺负她呀。遵命。哎，对了，我结了婚以后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她可以随时来我们家的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就是，哎，这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好好。哦，好，对了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老同学林珊，这位是方丽。你好，走了走了，去吧。你说的那人叫什么名字啊？许文扬，还新上海滩呢。哎，你不能这样，也许人家人还不错呢，你去看看嘛。你喜欢啊？那我让给你好了。别，我可不敢。早就起来了，妈，不不不不，这些事儿我做，你们还要上班呢。哎
天妈，没事的，反正我也在休假，我来。哎，听话，你刚结婚，好好玩几天，这些活儿妈都做惯了。哎呀，那我总得帮您做些什么吧？不用，现在的女孩啊，可不容易了，又得上班，还得学习，比妈那会儿累多了。哎，你看你，哎，放哪儿放哪儿，我来做，我来做啊。哎妈，我来帮您按摩吧。啊？杨姨啊，你说你想吃什么，妈一会儿买菜去啊。嗯，我这人吃什么都可以的。那总得有个最喜欢吃的吧。我听文阳说你喜欢吃酸甜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妈做糖醋可是拿手了，什么糖醋排骨、糖醋黄鱼、糖醋虾，我保证你吃了这顿还想那顿。妈，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吃。啊，哎，几点了？哎呀，你看文阳这孩子就这臭毛病，一休息就得睡半天，我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哎，这会儿好了，你来了，咱们娘俩合起来把他这坏毛病给改了。哎，妈，那我现在去叫他。哎，好。啊，哎，到底怎么样？成功了，第一仗我们成功了。文阳，这次你肯定赚了不少钱。嘿，哎，我少不了你的好处，中午请你搓一顿去。我已经看到大把大把的钞票在向我们招手呢。走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文阳，哟，天华，上班的时间早就到，你怎么才来？啊，陪一个客户吃饭，多谈了会儿。文阳啊，你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，可是你要把公司的事情放在第一位。你自己看看，他们为什么不要我们的货？上个礼拜明明谈妥了，他们怎么能反悔了？我打电话问问他们。我已经问过了，别的公司出的价比我们的低，你这个经理是怎么当的？这么点小事都办不成，这种小货色难道也要我出马吗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对不起，是我大意了。以后记住，饭桌上的话不算数的，要签合同，纸上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懂不懂？这次的事情就算了，不过这个损失要记在你的账上。好，可别再有下一次。喂，小周啊，我让你不要把电话打到公司里来吗？什么？哦，手机啊，没电了，长话短说吧。什么？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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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那就听你的，赶紧吃劲呢。喂，杨姨啊，怎么了？你去医院了？哦，知道了。我去你家干什么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你别把我跟林珊扯在一起，我跟他都没什么意思的。哎呀，晚上一定要去啊？那好吧，我打电话告诉他。什么事儿啊，叫我们过来？没什么，就让大家聚一聚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杨姨，你要是想把我和他扯到一起啊，我可不答应。切，我可没这么想。别是你自己心里有鬼啊。你紧张什么？机会是自己创造的呀，可是我心里没有把握，不知道方丽是怎么想的。你怎么还这么不开枪啊？方丽她表面看着冷，心里热着呢。你怎么了解她？我是杨姨告诉我的。那我怎么做？
这个最简单的，经常打打电话，再约他吃饭、看电影什么的，只要是能两个人单独在一起的就行。你要是不会说话，就找点活动，有事儿做，你就不会冷场了。他要是不愿意怎么办？你等着。我们公司过两天集体看电影，你和方丽都来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哎，下去看你。来，吃水果，吃水果啊！妈，别忙了，谢谢吧。哎呦，我要去看电视了，先别忙了。妈，我让您留下来，我有书啊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今天去医院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我怀孕了。哎呦，怀孕了？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哎呦，杨姨，哎呦，我当爸爸了！是啊，哎呦，我要当爸爸了！这个太好了！哎呦，儿子，当爸爸有当心啊你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没什么，方丽和林珊又不是外人。杨姨啊，你可当心点啊。对，我去准备准备啊。哎呦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文扬啊，我还是头一次见你这么开心呢。等你当了爸爸，就知道这种感觉了。我说方丽，你可赶快啦，我还想订个娃娃亲呢。哎呀，杨姨，你胡说什么呀？哎，这个主意好，方丽啊。到时候你和杨姨不就更亲了，真成一家人了吗？啊！哎，别瞎说了。对啊。哎，你们先坐着啊，我们楼上还有点事儿啊。对，你们先坐着啊，慢慢谈。方丽啊，刚才说的电影，你去不去看？讨厌人，亲的那什么呢？到时候再说吧。哦，好，你别走了。哎，干嘛呀？你快点。方丽呀，你觉得我生女儿好呢，还是儿子好啊？做女人太累了，还是生个男孩吧。我觉得还是女儿好，我觉得女儿和妈妈贴心，然后还可以给她选漂亮的衣服，帮她梳头。她可以跟我说很多贴心的话，我喜欢女儿，是吗？哎，你赶快生一个吧，我看林珊对你不错，你别错过了这个机会啊。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对他感觉都没有，你不要瞎撮合了。方丽啊，你不会有恋爱恐惧症了吧？林珊真的对你不错。哎，电话。哎，林珊，接呀，快听啊，好耶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人家林珊对你挺好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对他呢？你一直这么固执，如果你这样下去，以后谁还跟你在一起啊？哎呦，你这性格也太不好了，以后改一改啊，不应该这样的啊，听见没有？哎呀，你在这儿走来走去挺着个大肚子，哎呀，吵得我脑袋都晕了，什么都想不了了。我在这儿等我老公接我啊。文扬来接你啊？对呀。哎，没事儿，你再等会儿，文扬啊，他送我们一起回家。不了，我先回去了，在这太吵了，我什么事儿也想不了，我回去还要好好工作呢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哎，方丽啊。啊，你来了。啊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啊，老公。杨姨，哎，那个方丽怎么走了？我不知道，他大概有事儿吧。怎么样啊？还行。那走吧。啊，我去收拾一下东西啊。好啊。
真好，我觉得自己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你看，我有你，有家，有朋友，有妈妈，现在呢还有我们的孩子。我说过的，要给你一个家。虽然我没法走进你过去的生活，可你的将来是我的，一辈子都是我的。可我觉得一切都太完美了，我真有点害怕，是不是在做梦？会不会有梦醒的那么一天呢？傻瓜，别胡说了。都说女人会幻想，你这脑子也想得太多，太离谱了。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好，别人有的你也一定会有。我不会让我爱的人受一点点委屈的。我不贪心，只要有你爱我就够了，别的我什么都不要。那可不行啊，我不趁现在多赚点钱，万一将来儿子问我，老爸，我在妈妈肚里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呀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回答呀？是不是儿子？我猜他肯定在偷听我们说话呢，是不是啊？小心点。哎，你好，我刚刚看见你回来了。你在监视我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只是在你家门口等着而已。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知道你应该还没有吃饭。哎，不如呢，这儿有……对不起，我没空。哦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只是知道你一个人在家里，我想陪陪你。你怎么知道我一个人在家？就是我一个人在家。用得着你陪吗？我以为上次……上次怎么了？上次在文娘家，我以为……啊，那是杨怡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。哦，对不起，那都是我误会了。嗯，不好意思，我要工作了。哎哎，等等，这个呢，是我送给你的，可是我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如果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吃吧。我这个人呢是不太会讲话的，所以嘴很笨，特别是在你面前。谢谢，天太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哦，方便面不要吃太多，会对身体不好。什么？哦，对不起，我妈总是说我鼻子太尖。我不打扰你了，我先走了，你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你说的那家店在哪儿？我也不想老吃方便面，吃成老年痴呆。老公啊，你说。你怎么不喜欢我去上班啊？我情愿你不去上班，这样对你身体一定不好。现在毕竟是非常时刻啊，当然了，我会尊重你的选择。可方便告诉我，我不能有了孩子就失去自己啊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方丽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太要强了，简直有点大女人主义，像她这样迟早会害了。我可不允许你这样说方丽啊。嗨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慢点啊。哎，你看，给他介绍那么多好男人吧，他一个也瞧不上。你呀，经常和他在一起，可别受他影响啊。以后啊，他的话你也别太认真了啊。我知道，行了。其实呢，女人呢是应该多在家里待着。我绝对不是大男子主义，只是老天既然把人分成男女两种，自然有他的道理了。这男人就应该工作赚钱供养家庭，女人呢就应该相夫教子。啊，这就是你心目中的家庭概念呢？嗨，
你想啊，我多赚钱，你呢在家里照顾老的小的，还有我，这很平衡吗？那我还有你爱我。对啊，我爱你，所以我们结婚了。结了婚以后呢，我就要对你责任。就这么简单呢？你这小脑瓜可别想那么多复杂的事情啊，生活不是小说。放心好了，我呀会赚一大笔钱的。可是我真的还想自己去工作去赚钱。这样吧，让我慢慢去适应试试看好吗？我说过我会尊重你的选择的。哎呀，只苦了我了，又要赚钱还要兼职当车夫。哎，儿子，你呢可别幸灾乐祸，你今后啊肯定跟你爸爸一样，学着点爸爸的样子，什么叫真正的好男人。嗯，不可以，非常时期，睡觉睡觉睡觉、嗯、好，那我就睡了啊。这个曲线啊，在这个位置，十块五就行了。哎，小周啊，有好消息吗？当然有了，而且这次啊，肯定比上次赚得多呀。好，说给我听听啊。来坐。好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的行情啊，真是……哎，这件衣服新买的，对，好看吧？啊，许经理早。早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漂亮？又换新衣服了。嗯，给你们家的薪水全都花在这上面了。看，又打扮成这样。哼，这个小丁一看到许经理就像发春的猫一样。人家可是有老婆的人哦。就是啊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进来。许经理啊，放这儿吧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许经理，嗯，账我都整理好了，可还有几笔业务支出我还不清楚，你是不是看看？好的，你先出去吧。喂，小周啊，怎么样？我已经把一笔钱又打进去了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好，我会留意的。哎。许经理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要我带你到医院去看看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有点头疼。哎，下班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加班嘛。许经理，我听人家说，头疼只要按摩按摩就好了。啊，我知道。我也曾经学过，要是你不介意，可以让我来试试。啊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许经理，快到月底了，这笔账我该怎么做？我可看了好几遍了，那些支出我该怎么填？如果许经理没什么意见的话，那我就照实做了。许经理，你的意思呢？是平了，还是留个窟窿？你先放那儿吧。我会仔细核对的。那可不行，我这个做会计的可是很认真的，白老板交代过，账目一定要非常仔细清楚，不能有一点漏洞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就直接向他汇报。不过我还是想听听许经理的意见，毕竟那是您经手的钱。哎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只是个小会计，我知道什么。许经理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你说句话，我会把事情做得好好的，不会给你添一点点麻烦的。
许经理，你放心，我的手艺很好的，不会让你有一点点不舒服的。小丁啊，你挺聪明也挺漂亮，我喜欢聪明的人，不过聪明的人更容易明白事理，知道哪些事该做，哪些事不该做。许经理，我明白了。这个也不错啊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哦。别让他上班，别让他上班，你不听，你看，哎呀，他大着个肚子，妈，你就别唠叨了，真是。给人家说。哎，先休息一下啊。哎。哎呦，医生，医生，怎么样？幸亏发现的早，胎儿保住了。哎呦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哎、走了啊。哎呀，好点了吗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哎呦，吓死妈妈了，吓死妈妈了！我也不知道，头一昏就晕过去了。哎呀，你们瞧瞧怎么搞的吧？怎么让你干这么重的活呢？那多危险呢！啊，出了事他担当得起吗？没事的，我挺好的，没事。什么好？怎么到医院了呢？方丽。哦，方丽。来，你还好吧？啊，多亏了你了，方丽，谢谢啊。啊，方丽，谢谢你啊。啊，谢什么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放一下，放一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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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，送给我的。嗯，哇，哎呀，好漂亮啊！谢谢老公。来来来，嗯，亲一个。嗯嗯，哎，哎，来，方丽啊，好看吗？我一直想送样东西给你，谢谢你帮杨姨做了这么多事情。我呢，亲自挑选的，也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。我看不用了。其实啊，这也是我和杨姨两个人共同的意思。是啊，收下吧。那谢谢。哎，方丽啊，你客气什么呀？收下吧，啊。太谢谢你了，方丽啊，你今儿是怎么了？这么客气？哎、人家不是客气，那是礼貌啊。那你别说了，我收下吧。啊，嗯。怎么？哎，方丽，快点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！哎，啊，你老公的眼光你还不放心？我谁知道啊？哎，待会儿再看吧。我先把月月给抱上去。嗯，文阳，你陪客人们多聊聊、嗯、啊。你们坐，去吧，去吧啊。哎，哎，我这运气可真好啊！哎呀，娶了这天底下第一孝顺的媳妇儿啊、哎！你小子娶了个老婆，还真是地道。
人家才不像你这么大老粗。哎，可你不就喜欢他这粗劲吗？哎，他就喜欢我这粗劲，尤其在床上。没想到那么快就结婚，而且还有了孩子，你现在真像一个妈妈。你以后啊也会像我这样，也会那么温柔的。乖乖，方丽，说实话，我现在真的感到特别幸福。我有好老公，也有好女儿，这种生活我特别满足。我要是有这样的家庭，我也会很满足的。你怎么了？你和林珊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呀？别瞎讲了，根本没那回事儿。哎，我真的希望你赶快组织一个家庭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两家人在一起和小孩一块玩，那有多开心呢？啊，瞎说些什么呀？现在我就把月月当作是我自己的女儿。哎，对了，方丽，以后我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你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月月啊！啊，听到没有啊？啊？